欢迎收看109年6月2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农历五月初五过端午，大林埔凤心里保存传统习俗文化，包括有百年以上古井取午时水，还有立蛋和挂菖蒲等，充满浓浓过节气氛。端午连假首日，亲子主题乐园出现游客人潮，业者看好报复性消费商机，提出各项配套方案，希望吸引各地游客到访旅游。社区配合防疫据点活动已经停摆近3个月，好不容易等到解封，社区也展开防疫新生活，里长更准备蛋糕欢庆据点重新启动。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也是端午节，一般民众比较熟悉的过节方式，除了吃粽子和划龙舟之外，您知道还有哪些传统习俗吗？港都新闻带您透过镜头前往大林埔凤心里，来体验当地流传百年以上的古井午时水的取用盛况。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位于大林埔这口百年古井边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装水容器，等待里长大声宣布取水时间到，村民就会立即动手将午时水取回家使用。很凉，很冰。这口百年以上的古井是当地居民许多人从小的回忆，尤其每到端午节庆，大家就会纷纷来到井边等待取用午时水，据说可以放上一整年都不会变质。几年拢袂臭，袂生气啦，也袂歹啦。我是最几年拢袂歹啦。就是很新奇的，就是说它放着，然后都不会坏掉。一般我们如果用自来水放着，可能它会生青苔啊，或发霉怎么样，然后它就是不会。每年这个五月五，咱大家在出五时水，当然大家拢来，这很传统的，爱出进厝的吼，给它保留。啊，我厝的今年嘛保留开吼。扛三当，真的没有一点臭味都没，都没在臭味。大人忙着打午时水，小朋友则在一旁拿着鸡蛋体验另外一项端午习俗。神奇的是，平常立蛋很难成功，此刻却能轻松完成，让小朋友惊喜不已。偶尔玩一下，有想到就玩。是，那有每一次都成功吗？没有，很难。是，那这一次一次就成功，感觉是不是很兴奋？对。你今年的端午节做了哪一些的体验？包粽子、立蛋、听。啊，就是讲咱国语讲艾草，啊，台语讲香，甲这个榕树就穿啊许，啊，伫这个阮大埔这淳朴的所在吼，还是很传统嘛，佮做传统的吼，所以讲这个也佮有这传统的习俗，而且这种意义代表讲吼，咱是弱人种数的时候吼，啊，就较感觉讲较有一寡了蠓虫啊，啊，这第一点就讲会当辟邪，第二个可以驱虫。随着时代变迁，许多传统端午习俗在都会区已经很难看见，只有来到地方村落，还可以见到家家户户包粽子、挂菖蒲和打午时水的习俗盛况，成为难得的过节风景。记者李真道、黄兰君，高雄报道。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呢，各地也开始出现举家出游的人潮，尤其是在亲子主题游乐园，更可以看见大手牵小手欢喜游乐的场面。根据业者的估算，这一波报复性的消费，渴望提高约30%左右的业绩。纵使烈日当头，大家还是不减出门游玩的兴致，尤其在户外亲子游乐园区，更可以看见许多举家出门同乐的温馨画面，享受端午连假的放松乐趣。是，对，本来想说要去那垦丁，可是想说垦丁应该会爆多的人，所以就想说市区逛逛这样子。是，那特别选就是有户外游乐空间的场所。是因为户外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然后又注意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这样。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所以相信一段时间大家都闷坏了，所以趁着端午4天连假，我们期待大家有报复性的旅游。那也欢迎来到高雄我们这个乐园。那这么炎热的地方呢，我们在乐园的各个设施都有做一些那个消暑的水雾的部分，等会会洒水雾，让大家可以消暑。我们目前的乐园还是会有每天自主的量测体温，那设施现场以及票务呢，都会还是有放那个酒精，供大家游客消毒。随着国内防疫逐渐解封，已经在家闷了好几个月的民众，终于等到可以出门游玩的机会，看好端午连假民众报复性消费的商机，游乐园也推出配套方案，迎接各地到访的游客。从早玩到晚上的9点半，
好，那我们还送新站的买一送一，这样可以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面还是有凉爽的室内雷射枪战可以玩。我们从新北来，然后要去哪玩？就是大概就是义大还有旗津还有那个博尔。虽然国际间疫情仍然险峻，但是台湾防疫有成，已经展开疫后新生活。业者除了帮助游客量体温、准备酒精消毒液，也希望这一波的廉价旅游人潮带动消费量能重回正常营运。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因为配合防疫，社区据点的活动呢已经停摆了近3个月，好不容易等到解封，社区也展开防疫性生活。男子加昌社区一周是安排了3次的动静态课程，大家早已迫不及待地跟着老师伸展肢体做健康操。里长刘秀英呢更是准备了蛋糕欢庆据点重新启动，而刚满周岁的小孙子也一同庆生，场面是相当热闹。男子区家常里长刘秀英抱着满周岁的孙子切蛋糕，小孙子一开始还有点怕生，感受到众多阿公阿嬷的热情后露出可爱笑容。切蛋糕！刘里长除了帮小孙子庆生，也邀请活动据点的长辈当月寿星一起过生日。更开心的还有等到疫情趋缓，老朋友又能回到据点唱唱跳跳，好像是小鸟出笼一样，哇，非常的雀跃啊！哈啊，所以你看，大家在那个虽然是说在休息防疫当中哈，但是一出来哈。他们的 那一些体力啦，各方面都不减，因为他们平常也会在公园哪里走，因为他们都已经动习惯了。每一天都在问我什么时候要开课，所以我课程其实都有排，但是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又不能群聚，所以我们就都暂停课程。然后长辈在家都蛮急的。新加昌发展社区一周共安排3次静动态课程，久违了3个月的时间，大家早已等不及蓄势待发，跟着老师伸展肢体，加强肌耐力，越跳是越起劲，爆发满满的热情活力。老师教得很认真，里长他们都对我们很好，真的在家里心情比较不好，出来这里就好高兴了，帮助很多，就是骨头比较柔软，不会那么僵硬的。可不可以也走得比较久？我都是走路来的。对对，很喜欢来，都很开心。社区据点的长辈们可不止活力满分，能跳更能唱，拿起麦克风高歌一曲，架势十足。一旁还有双人舞蹈，不说还以为是哪位本土歌后的小型演唱会。你看，都从走到2公里的路来这到这边唱歌，就是放轻松，给他嗨一下。只要给长辈活动的舞台，就算走了2公里也不会累，越动越年轻，这句话果然在男子区家常里应验成真。记者张世敏、罗少君高雄报道。现在是芒果的盛产期，而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另外一项农村古早味美食迫不止的赞期哦。但是呢，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知道这个美味怎么做了，只有在乡下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有人手工制作的景象。现在带您透过镜头一起去回味传统迫不止的制作方法。刚从园子里摘回来的破布子，必须将果实一颗颗采下，洗净后放入锅，先用大火熬煮，再转小火，过程中还要不断搅拌，避免烧焦，来回需要好几个钟头，制作过程真的很搞工。做做，因为这一个人没法做，因为它很麻烦。破鸡啊，啊，改用个线啊，淋两类啊，拍拍安尼啊，落去煎啊，安尼做好食。加了盐卤的破布子揉成团状，放入冰库可以吃上一整年。传统农村社会，只要到了破布子的产期，就可以看到村民聚集制作破布子的景象。只是制作过程太过繁琐，已经越来越少人愿意花时间学做，让传统古早味面临流失的危机。有人要来学，我愿意教他，因为这现在没人能做这，大部分的人都是做白酱油的，就是那个罐头的。因为那个就属于就是蒸鱼，你甲炊落鱼啊呢，啊炊落鱼啊呢，伊嘛是一种等于你咧食个酱油之类而已。啊你是爱食泡鸡啊？我甲撮好掉啊啦，麻烦啦，话都无爱过好生啊，啊麻烦做这啊，啊好食。
好吃啊，麻烦做。有人说，对芒果会过敏的人吃了破布子就可以改善，因此制作破布子还有一个乡野传说，就是做的人不可以接触芒果，否则就会失败。破子啊，袂使去摸酸啊，嘛袂使喝酸啊茶，伊会割袂开无？破子啊吼，它有很神奇，你家用一点仔盐水落吼，放一点盐下去，伊开始结合。繁琐的制作工序让破布子增添传奇，餐桌上的料理得来不易，也希望吃尽美味的人都能珍惜。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连续的假期，想好要到哪里去玩了吗？高雄市的南华商圈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网美打卡景点，这是为了要重振商圈的经济，以新兴区旧名的大港埔及盛产的鲤鱼作为设计的理念所彩绘的商圈网美墙，还有悬挂了鲤鱼旗，来添加年轻流行的元素，也为商圈形塑新的主题特色。这只鲜红色大鲤鱼是否勾起不少老高雄人的记忆呢？原来高雄火车站前昔日的标的物就是红鲤鱼，新兴区旧称大港埔，里长杨福顺以此为发想，请来艺术家创作这幅超大彩绘墙。这不是讲凊彩画画，也不是咧阿伯讲讲的，这有历史的，因为这就是大港埔，大港埔吉祥物就是鲤鱼，吼、哦、啊，我们的彩绘就是鲤鱼，我们的南华中间。南华路中，我们叫鲤鱼旗，希望来自全省各地，大家年年有余。不只有代表吉祥好运的红鲤鱼，轰动一时的红色小鸭、木棉花也要上墙面。商圈业者们更兴奋地当起网帅网美，拍照打卡可是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希望分享给更多周遭亲朋好友，吸引人潮回流。因为它缤纷，然后有夏日的情怀，我觉得就是。夏季嘛，就是要热情，然后要光彩，要夺目。拍照啦，打卡啦，哦，视频啦，哦，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商圈来。为重振商圈经济，高雄市经发局举办商圈环境改造竞赛，南华商圈新风貌彩绘墙面悬挂鲤鱼旗，增添年轻流行元素，为商圈打造主题特色，获得500,000元奖金。现在的实际是社会在改变，在进步。那现在呢，由里长来推动，争取到这一幅的这个壁画，造成了我们带动了我们南华商圈很大的一个商机。疫情有搞损失掉，啊，即马这個疫情都较贵啊，吼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鲤鱼啦、鲤鱼啦、大鸭鱼啦，吼，带我们鲤跃龙门。南华商圈位在邮政总局旁，更临近捷运美丽岛站，交通相当便捷。不过受到疫情影响，业绩掉了不少。如今疫情解封，里长邀请大家走出户外，商圈各种百货服饰应有尽有，一边逛街还能拍下网美打卡照。记者张世敏、罗少君高雄报道。继续，我们来看社会的温馨善行。国际同进会还有一家民间公司呢，是联合捐赠了一辆儿童发展服务车，以及一套协助站立的儿童辅具给市府社会局，希望能够为照顾弱势发展迟缓而尽一份心力，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唤起社会更多的爱心，投入照顾漫飞天使的行列。捐赠仪式上，市府社会局代表接受这一项变形金刚站立系统的儿童辅具，患有多重障碍的小何立刻上台试用。小何虽然3岁了，但颈部肌力较弱，头容易往后仰，这项辅具可以训练他的颈部肌力，让他能稳定的支持头部。对，因为这个辅具它俗称变形金刚，它其实是针对比较不能站立或者是他那个脊椎比较不能直立的一些孩子，然后练习做移动，然后练习站立，那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尤其是有一些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们的那个肌力可能发展的不是那么好，所以需要这些辅具来协助。捐赠这项辅具的台湾同济会长期关怀弱势儿童，这一次就联合克利提纳公司和16个分会共同捐赠儿童发展服务车和儿童辅具，期待借由专车的行动服务，将爱送到偏远地区，让发展迟缓儿享有更好的服务照顾。我们同济会呢是照顾幼儿列为优先，照顾幼儿无远佛界，这是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在儿童这一块，我们除了做国内，也有做国外。我们也把全世界的 ADD， 就是大脖子的 IDD 的这个部分也消除了。目前我们在消除全世界的母婴破伤风，
所以我们对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市府社会局非常感谢民间企业团体的善心捐赠，社会局将妥善运用，让发展迟缓及身心障碍的儿童得到更妥善及便利的照顾与服务，也期待能号召更多的企业机构及民间团体共同参与关怀弱势公益的行动。辅具其实因为他孩子每个孩子都会需要了，当然我们其实是有这样的辅具啊，但是如果可以更多，就可以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发展就会比较不会 delay 嘛，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所以如果这个辅具可以更多，那我想帮助孩子会更好。对，市府社会局表示，零到六岁是儿童发展的黄金期，发展迟缓儿如果能在这黄金时期接受早期疗愈，将有10倍以上的效果。因此，希望发展迟缓儿童都能及早接受早期疗愈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有许多的传统产业面临时代的演变而逐渐没落，所幸呢，总是有一群人愿意投入和坚持传承的职人来持续努力着。我们透过一所大学大传系同学的记录，为您报道有百年文化历史的台南竹艺工业。随着社会经济形态改变，台湾许多传统产业日渐没落。在台南关庙荣旗一带，竹编工艺在当地传承逾百年，然而如今却同样面临着被取代的命运。竹子会没落，它有几个原因。从最早开始，它其实是被藤叶所取代。对，在关庙的时候，它其实是被藤开始兴盛的时候，竹就被打压。对，然后藤慢慢的又被塑胶去打压之后，就竹跟藤都一起消失掉了。竹子是现在很盛行的环保素材，从我们吃的竹笋到作为建筑的材料，能广泛运用在生活上。在台湾以外，在世界各地，竹子的使用是越来越多，因为它其实这个材料很环保，对，所以它也被大量的用在制作建筑。其实我们台湾发展建筑很早以前就有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之后钢筋，大家还是喜欢钢筋子水泥，所以竹子做的建筑变少。那其实像竹子的建筑，在国外目前反而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显学。由于当地的老一辈经历过竹编产业的兴衰，都不鼓励下一代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导致竹编技术的传承无法延续。你一个人得从头到尾你都要会做，你要从砍竹子要编，然后甚至你要自己有办法做行销，然后让你有办法授课。所以它那个范围很大，所以涉及的事情很复杂。像我们现在要找伙伴一起加入我的工作团队的时候，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它不只需要一些体力的负担，对，它可能也要会写就是文书的部分啊，然后很多处理的部分。这方面其实年轻人比较 OK， 就是做文书的部分，但是你真的要到实际现场工作，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了让竹编的产业链继续运行，现在渐渐转型为客制化接单，结合在地老师傅的手艺，让顾客能够买到品质好的商品，也能延续竹编产业的发展。我们其实一直推广说，你要让它延续下去，就是要让它继续有生产力。对，你要可以跟我们消费端去做接轨。越做越开心啊，因为我觉得手做这种东西，就是除了撇除文化面，就是有传承的意义，然后另外也是自己本身也喜欢做动手做的这种感觉。对，你做这个有利基了，就会有人想投入想做，对，然后它自然就会继续延续下去。在文化记忆的保存上，台南市文化局在去年底首度举办为期2个月的空山祭。我们龙旗关庙自古以前就是做很多很多的竹制品，所以随处都可以取得竹材，所以我们才会以最在地的材料来当这一次空山祭的主要的一个素材。无论是客制行销、创新教学，又或者是举行展览，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看见，在龙旗这块孕育竹子的土地上，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延续的文化。记者柯俊伟、吴雨希，台南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心高雄市的公共议题，为了要凸显精神疾病在社区长照医疗的支持系统的重要性，市议员郑光峰就特别邀请专家学者还有身障团体举办了公听会，希望能够汇集各界的意见，提供市府来打造更友善绵密的社会照顾网，协助患者还有家庭的需求。高雄市目前精神障碍者就医记录约有17000多人，但是未就医的人究竟还有多少呢？为了协助精神障碍的家庭，高雄市议员郑光峰以及市议员黄杰与高雄市身心障碍团体联合总会一同举办精神障碍者家庭救助之道的公听会。那我们常在提，对于精神障碍，其实它是一种，它其实是一种疾病。那面对这样生病的病患，其实最了解患者的是家属。那怎么样让患者在行为异常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第一个时间能够给予这个患者的家属一个协助？在现有的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那样的落实，让这些的家庭知道他本身家属有这个问题的人去寻求怎么样的资源。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在我们看到很多例子，甚至造成很多的公共安全的问题，或者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成本的付出。借由学者专家的共同讨论与精障者家属的经验分享，让政府如何因应协助精障患者或家属能够得到友善的协助，以及减少社区安全的问题发生。我们现在卫生局到底有做哪些的措施？那透过这个学者专家跟很多的家属，今天来这里参加的人，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执政者的当局，卫生局的单位，怎么样有更多的周全的政策？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哈，就是建议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说，当家属他察觉到他的家人有行为异常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求助的一个24小时的一个窗口，然后借由这一个24小时的一个求助的窗口，给予一个及时性的一个协助，然后借由这个协助，可以让整个可能发生不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及时的把它拉回来。高雄市精神障碍的医疗机构普遍不足，政府又该如何整合这样的医疗系统？让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得到妥善的协助与照顾，这必须靠政府相关单位的详细规划与整合。记者吴秉源，高雄报道。针对少子化问题是日趋严重，如何提高生育率？市议员李梅珍向社政部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增设零托据点，推广友善的托育服务，而不是用一次性的补助来讨好。他认为，透过环境的营造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关心少子化议题，高雄市议会社政委员会召集人李梅珍对于目前生育率偏低已经造成国安问题表达关注。虽然其他县市纷纷寄出生育补助，但李梅珍认为类似一次性的生育补助并不能解决问题。桃园补助3万，那我觉得说人家也不会为了一次的3万然后就去生小孩。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就创造他那个环境出来，让大家觉得生小孩很安心，我相信可以让年轻人可以会有想生小孩的感觉。社会局目前在3明区以及凤山区推动临时托育服务，受到民众热烈回响。李梅珍希望加强增设，让友善托育的服务能够拉高生育率。我们那边是属于新社区，所以很多年轻家庭或者说刚好新婚的家庭，所以就会想都会居住在那边。那当然那边像其实我那天有发现到我们那边连临托都没有，那现在临托也只有凤山跟3明嘛，那所以说未来临托的部分，我希望在我们的左营南子甚至北高雄这个部分可以再多设几个。除了打造友善的托育环境，李梅珍也期许市府加强重视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才能吸引更多人移居高雄，提高城市的竞争力。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更多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4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4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有下阵雨或雷雨的机会，气温是27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晴，气温是26到34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端午佳节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